大家好，我是巧手女工编织坊的房主。我们今天来教大家学习这一款缎染线，就是缎染线的这个拖鞋的这个编织方法啊。这个地方其实是跟那个人字形的那个双色情侣的那个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地方也是按照那个方法来织的，就是这个缎染线的拖鞋的织法。这边是我们已经织好了几双的这个成品的蓝袄，这个样式就是这种的。好，我们来教大家，这我们这款鞋子所要用到的材料，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胶染的这个缎染线，这个颜线也这个线啊，目前就只有几个颜色，到时候会在淘宝上上起来的。大家如果想织的话，到时候去店铺里面买线，然后跟着视频学习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用到的这个海绵，就是我们家现在店铺里面所就是有用上的那一款那个紫红色绒布的那个。这个内胆啊，这个内胆的密度很高的，就是弄起来的时候都不会变形的，质量很好的啊，大家到时候可以去店铺看一下啊。我们家用到的这个鞋底是这个横翼的，这个橡胶的那个鞋底底边的是那个螺纹的那个横翼的橡胶防滑鞋底，就是这个。用针是用到的三叶十一号钢针啊，25厘米的。大家不要再来问我有没有长的，我们家都是用的这种25厘米短的，我们家没有长的，织鞋子都是用的这种。我们现在来教大家起针。线是用的这个胶染的缎染线啊，中粗线双股来织，就是大家到时候买回去的线，到时候大家绕线的时候就直接绕成双股的，看到了吧，直接绕线绕成双股的，织起来的时候方便也好织。不要，有的人他可能一开始不知道，到时候你自己就是拿到线的时候看一下，就是一把线撑起来，然后不是解开有两个线头吗？直接拿着两个线头，然后一起绕成双股的就可以了，那样织起来方便。来，我们现在起头啊，我们这个是已经织好的这一只鞋面，这个是已经织好的一个织鞋面的样板。我这个织的是23/24码的，就是这个上面23/24码的，6、7岁的小孩穿的啊，6、7岁小孩穿的。我们家这个鞋码跟你平常外面买的那种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鞋码啊，这个是，23/24，6、7岁小孩穿的。我们一开始起头都是起三针，这个是小孩的啊，大人的是有大人的。大人跟小孩的织法是一样，这个具体的第一步的步骤上面有说到啊，起头起三针，然后是2针2针的加三次，后面就是1针1针的加。大人的是起头起三针，织一个来回后，然后是2针2针的加五次，然后再1针1针的加。大家看好了，而且我们这个大人的码数，像40码的，就是平常穿37码的，穿37码的就按照40码的来织，因为我们这个鞋子不是里面都加了一层这个海绵内胆，所以它就是会占据一定的空间，所以按照平常穿的码数，然后加大3码来织啊。买你们拍材料的时候也是按照按照平常穿的码数加大3码来拍的。我们看一下啊，起头怎么起，然后我们先打一个小活结，就这样子打一个小活结，然后把针套到这个打的这个结里面啊，这样，然后起三针，看好了啊，起针就直接把针穿进去，然后这样拉出来，不要放掉啊，就直接套上去，套到这个上面。大家看好了，这就加了一针，加上套上去的一针就2针了，然后我们再加一针，这样啊，套上去，好，针上就是3针了，1、2、3，然后我们现在来织，先织一个来回。起好针之后，我们先织一个来回。好，我们织了一行，然后来织反面。反面怎么织？这个第一针像这样子啊，这个其他的视频里面都有讲到。第一针挑下来，反面把这个针然后再压下去。这个鞋口要弄成小辫子的形式，到时候我们挑鞋口的时候好挑。好，这反面织回来，一个来回织好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要加针了啊。我们织的这个小码的是先2针2针的加三次，36码的以上就是，2针2针加五次，这个在编织说明上面有啊。第一针怎么加？第一针加2针的这个第一针怎么加？就是这样，手指把手放到这个线下面，然后这样，然后直接这样套一针上去。一针，然后第二针加法就是把针压到线上面，
针，大家看好了，针压到线上面，这样绕过来，绕过来，然后直接织的刚刚一开始用手指套的这个夹的这一针，然后两针织过来，大家看一下针上是不是两针了，一针两针，然后再把后面的两三针织过来，这就是加了两针啊，针上现在是五针，然后我们到反面的时候，这个地方挑下来，然后绕下来，这个就直接加过来啊，这个一开始最开最外面加的这一针不要直接这样织啊，从下面挑过来，从下面这个地方，如果你直接织的话，这边会有一个洞，所以我们就直接挑下来，从下面挑的织出来。好，这就是织了加了两针。看一下，我们再来加一次啊，加针就是，大家看一下，然后把手指第一针加的是手指套上去，然后第二针加的是把针压到线上面，针压到线上面绕过来。这样啊，针压到线上去，这样绕过来，然后直接去织这一针。看一下啊，然后这就是两针了，大家看两针，来把后面的织过来。好，到反面这一针挑下来，挑下来，然后绕过去。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边上就是织的这种辫子，到时候挑针的时候，这个斜口的辫子好挑啊。好，这个外面加的这一针从下面织，这样，然后再加一次，刚刚已经加两次了啊，加两次，然后我们再加一次，手指套上去一针，然后这个针压到线上面绕过来，然后我们再织，好，两针，然后再织过去，我们这个小码的两针两针的加三次，就是加了六针，然后加上一开始针上的三针就是两针两针加三次，总共针上是九针之后，然后我们就开始一针一针的加，大码的那个就是两针两针的加五次，就是十针，然后加上最开始的三针就十三针啊，然后大家这个要记得别弄错了，然后反面挑过来，好，织过来了，现在针上已经是九针了，两针两针的加三次加完了，我们现在开始要一针一针的加，一针一针的加就不用绕线了，直接用针加就行了，把针压到线上面这样绕过来，然后直接织，这样就加了一针了啊，就直接是这样加针了，这个全都是平针的织法啊，有的人说我这个就织的过程中太快了，这个平针的不需要什么基础的，你要说你连这个最简单的平针都不会织的话，那你这个鞋子你就先不要考虑去织它，你先就把这个平针学会了，然后再来织鞋子，这个是最简单的啊，然后针绕上去，然后这一针挑下来，哎呀，挑针了。好，就是这样子啊，就是一开始是起三针，然后两针两针的加三次，这是23-24码的，这是小孩的这个，然后36码的这个就是三针起三针，两针两针的加五次，然后又开始一针一针的加。像我们织的这个23-24码的，按照这个方法加针，一直要加到总针数是26针，这个26针包含了起头的这个针数啊，包含了起头的三针，就是你加完针之后，针上的所有的总针数是26针，然后我们就开始要织这个，开始要织这个斜背这个地方，就开始织这个斜背，就是斜背丢针这个地方啊。然后我们这个加针就不跟大家一起织下去了，加针的方法都是一样，到最开头的这个地方都要加一针，然后就一直织过来，一直织到就是你织的那个码数所需要的总针数就可以了。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把这个加针的这个地方完成了。这个加针26针已经加好了，针针上现在已经是26针了，总针数26针啊。你看我们织的这个码数23-24码，6-7岁小孩穿的，加针总针数是26针，其他的码数大家就参照针数表要加到多少针。然后我们现在针加好了之后，我们现在开始要织这个地方，就是织这个斜背的这个地方，看这个鞋子，就这边啊，这边要丢针的这个地方，中间这个有一条线，所以一个颜色织的看的不是特别明显啊，就是
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三针三针的丢，一开始丢掉三针，然后三针三针的丢，就这个不要加针了啊，就是你的总针数加好了之后，后面丢针就不要加针了，就直接第一针挑下来，然后不要织，然后去织后面的。大家不要说我这边织的快啊，这个全都是平针的织法，不需要织的那么慢，然后来解说。这个就是很简单很简单的最基础的棒针的织法，平针织法。看一下啊，我们知道这边这个三针就不要织了，这个三针不要织，然后我们反过来，然后就是这样丢掉，把这三针丢掉。这个第一针反过来织的时候，这个第一针都要挑下来不织啊，大家不要去织这一针，这一针挑下来不织，然后去织后面的，全部都织过去。我们这边录制视频都是录制的小孩的，因为小孩的织起来快，录制视频的就是会短一点，不会特别长。但是大人的织法就是这样丢针啊，斜背的丢针什么的都跟小孩的这个是一样，也是三针三针一直丢到后面，只是这个一开始的这个加针的这个地方编针说明上面有写啊，我一开始也有讲到。然后我们现在织回来，然后第一针还是挑下来不织，然后织后面的。每次都是三针三针的丢啊，看一下啊，这边还有一针织过来，大家看一下，再丢掉三针，一开始，掉针了，一开始是丢掉三针，我们现在再继续丢掉一针、两针、三针，然后我们再往回织，这边再往回织。放下来，这一针挑下来不织，就这个丢往回丢的这个第一针都不要织，直接挑下来，然后去织下面的。然后再织啊，再织，再是三针三针的丢，所以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每次都是三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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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丢，丢到最后可能会剩下三针四针或者是五针的情况，这个我就中间的这个丢针我就不跟着大家一起织了，大家就按照这个方法把中间这个丢到最后剩下几针，大家我到时候来跟大家说。我们这边是最后一次丢三针啊，因为这边针上已经是五针了，大家看一下，我们知道这边是五针，有的就是你织其他的码可能有的是四针有的是三针，就是这样子的，大家就是最后剩下几针就是几针，然后我们最后剩下五针，然后挑下来，第一针挑下来不织，然后直接织过来。好，我们这边的就是这半边的这个丢针就完成了啊，三针三针三针的丢，丢完了最后剩下五针，我们这半边是丢完了，我们现在要织另外一边，就是这个半边织完了，这个半边织完了，然后我们现在要织这个半边，这个半边怎么织，这边不是就是每次丢吗，然后我们现在就每次朝前织，每次朝前织怎么织，我们这个五针，我们先把这个五针织过来，第一针挑下来不织啊，大家看一下，四针五针，我们第一次织的时候，第一次朝前织，先织一针啊，因为如果你直接就是按照刚才的那个方法直接五针然后再往回织的话，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洞，就会有一个洞，所以我们现在每次织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织是朝前织一针，然后后面每次朝前织三针的时候，这个不是丢了三针吗，这个朝前织了一针，剩下两针，然后我们再朝前一起把这边的这个就是一开始丢的这个地方这个洞给补掉，然后我们就这样朝前织三针，这个就是三针，大家看好了，五针，然后我们先织一针过来，先织一针过来，然后我们再往反过来往回织，第一针挑下来不织，咱们后面的五针织掉，然后再反过来，好，我们再朝前织，第一针挑下来